其实这一路走来，最不容易的人是你自己，因为老实忠厚吃了不少的亏，因为心地善良受了不少的累，因为心直口快得罪了不少的人，因为掏心掏肺流了不少的泪。人心叵测，该面对的就得面对。生不易，活不易，生活真的不容易。生活的苦拿出来说说，不会多了一份安慰，而是多了一些看不起你的人。烦扰的事拿出来念念，不会多了一份支持，而是多了一点麻烦给自己。心情的差拿出来晒晒，不会多了一份理解，而是多了一群看笑话的人。往后余生，希望你不为不值得的人生气，不为不值得的事失眠。这个世界上听故事的人很多，懂故事的人很少。我的声音，你的故事，总有一个故事让你泪流满面，总有一个故事让你刻骨铭心，总有一个故事让你瞬间长大。我讲的故事你听懂了吗？我是陈克将军，感谢您的陪伴，新年快乐，加油。